七，南无阿弥陀佛如来。阿弥陀如来，哈，这就是经典讲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道场是法藏，大悲法藏，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出家的时候的法号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学习阿弥陀佛有这种大承担、大魄力。他出家的时候发48大愿，说将来要创造极乐世界，让种种苦难的人乃至十念，你念我的名字乃至十次，你都能到我极乐世界来。他说如果不这个愿不成，我就不成佛。结果他已经成佛这么久了，所以这是真的。所以呢，你如果给人、给鬼，甚至给神念阿弥陀如来的圣号，他可以得到往生极乐世界的圣因。这个阿弥陀如来在因地修学，就是出家的时候发48大愿，那个诸佛赞叹。为什么？这诸佛有的还没有发的被他发出来了，还没有想到被他想到，或者想到还没有考虑好要去做，因为这不容易做啊，他就发了。诸佛都赞叹他，这个叫唱佛本怀，十方诸佛的这个本来的心愿，哎，你法藏比丘给我圆满了，给我做出来了。所以呢，多念这个南无阿弥陀如来，